那你对这个现在有信心吗？有。那您昨天说杨女士如果有那个违法的行为，将会减刑20%，那她这个违法行为现在法院已经承认了吗？这个不是法院最后还没定案呢，还没出判决。那您觉得这个？但是这个犯罪的事，但是这个事实，有关的事实证据，这是那个存在的。是有实验资料是吧？确实，他那个是从事了一些法律所禁止的职业。您是说昨天法庭已经认证了吗？你们今天会举出这方面的证据吗？已经完了，已经完了。倒了！我操！这。我们认为没有赔偿必要啊！别他妈急！为什么呀？因为说他自身有过错，来低一点挡脸了。他严重是缺乏法律基础知识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认识蓝浩是谁，他也不是本案的诉讼参与人，我不认识他。那你对这案子胜算有多大呀？啊？你觉得胜算有多大？我觉得呀，我觉得我胜算80%以上吧。您觉得什么算是胜算？是最轻就算胜算吗？就是那个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观点，就胜算。请大家今后呢，把我的辩护词、辩护观点与这个法院的判决相对比，给我打一个分啊，好不好？这我相信啊，我有这个独特的辩护观点。上搜狐视频，很中的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惠妹。